一打介入要快哦，他们两个会撞比较近。好，这下出界了，哎、欸，出界了扣分啊。啊，你们要注意哦，继续继续。如果场上有状况，千万要把手举起来看着对方，给裁判看到你。一分钟。然后你们这边养成哦，不要看把看纸，然后再记分数，因为你低头通常会看到少看很多动作。哎，对，一打这个对，有点太远了。站开。要停两分钟，好，等下裁判先引导，裁判先引导，互相敬礼。好，先互相敬礼，然后在场台敬礼。好，然后转这样面对主审，然后等宣判。